一个青花的甘露瓶，很大一个，很高，48公分，画着龙、凤、鹤，龙凤鹤。这个青花是灰灰的，这肯定不是成花的了。你看这个，它这是成花的，它这个比较矮，我这个高多了，它这个是。它22公分的，它这个是22公分。28，我这个48比它高出20公分，它那个卖了1000多万，它都卖了1000多万，我这个就肯定不是成花的，你看那个云啊，那些青花灰灰的。灰中有带一点黑，它那个有一，它有好像七重啊，我这是1重2重，它这里还有一个，还有2道青花分隔的，上面是三重铜啊，我这是1、2、3、4重铜。主要的是龙，它这个是哪拱壁龙？它也不是，不像那个，它有点像眼镜龙的。你看它画的，它就肯定不是成花。正德，因为它如果是没有凤凰的，只有鹤，那就肯定是嘉靖的。那道教那个皇帝喜欢。好大一个，或者两条龙，两个凤，两个鹤，鹤凤，龙是坐龙吧？应该是坐龙，不是行龙，坐龙。这个底足是12.5公分，杀底啊，色碟杀底。有微微跳刀，微微跳刀痕。底足无油，微微跳刀。甘露瓶，